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六个非常值得收藏的神奇网站。如果你要问我平时去哪里下载免费好用的电脑壁纸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强烈推荐这个 Willhaven。 上面的壁纸素材极多，而且图片质量非常高，你可以根据上面不同的分类来进行筛选并下载你喜欢的壁纸，其中有很多是 4K 甚至是 8K 的高清壁纸。如果你的显示器是这样的分辨率的话，那么使用 4K 以上的高清壁纸，那么你的电脑屏幕会看起来非常细腻，也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的全部图片都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以尽情的免费下载使用。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完全免费而且不限制转换次数的文件格式转换网站的话，那么这个 Iconvent 绝对是你的首选。它支持 PDF 主流常见文档、电子书、图片、视频、声音、 Office 文档的转换等等，功能非常齐全，也非常的方便。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一首歌曲或者录音将它的这个背景音乐给它去掉，只保留铃声，但是在市面上这种专用软件几乎都是收费的，但是这个 Vocal Remove 在线音频处理网站就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音频效果在线处理器，借助强大的 AI 算法可以将你歌曲中的人声和背景音乐分离出来，点击浏览我的文件，然后上传需要处理的音频文件，上传以后我们只需要稍等几秒钟，它就来帮你分离人声和背景音乐。好，它现在已经开始处理了。分离完成以后，上面会出现两个不同的音频轨道，一个是分离出来的背景音乐，另外一个就是人声。想听哪个的话，你就把它的声音进度条调到最大，另外一个关闭的就可以了。最后你只需要点击右下方这个音乐或者人声，就可以下载分离出来的音频文件了，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支持更改音频音高、调整节奏、音频切割、连接歌曲、卡拉 OK 记录、音频转化等等，里面的全部功能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非常的良心。相信很多从事编辑相关行业的用户在日常工作中肯定会大量处理这个图片，那么在上传到互联网的时候，如果你使用原图的话，就会出现图片体积太大的问题，一来上传慢，二来会大量占用你的服务器的空间，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压缩一下图片来进行上传，那么一个高质量图片压缩网站是必不可少的。这个 Lincoln Press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完全免费，使用也非常简单。压缩完图片以后，它的画质也是非常不错的，您只需要将图片拖载到网页中就能进行处理了。上传以后它就会开始对这个图片进行压缩。好，它现在已经压缩完成了。压缩完成以后，它提供了七种不同程度的压缩选项，有接近无损压缩的，还有其他六个体积更小的压缩，上面会显示不同的压缩率，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了。比如我选择这个接近无损的压缩，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接近无损压缩的画质是最好的，图像体积减少了不少，但是画质跟原图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很多人在购买电子产品前或者想找一款电脑程序之前，都会习惯去搜索一下什么产品好用，什么软件最好。那么这个 Slant 就是一个垂直化的国外产品推荐网站，在这网站上你可以发现很多有关电脑、手机、电子产品或者是电脑软件的推荐，它推荐产品都是评分最高的。比如我输入笔记本电脑 Laptop， 它就会出现适合不同人群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看了一下，它推荐的选项还是非常靠谱的，它会对不同的推荐做具体的说明和对比。需要查找软件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输入关键词，比如输入 PDF， 它就会给你推荐免费开源而且最好用的 PDF 查看器，而且它还会帮你标记出哪些是免费开源的，这点很适合平时喜欢查找免费好用的软件的小伙伴。今天我们介绍最后一个网站，它就是这个被称之为网站界的互联网懂王 WikiHow。 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搜索，不管是生活、工作类还是一些奇葩的冷门问题，在这里面你都可以找到正确而且高质量的答案，它就相当于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互联网的维基百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六个网站地址，我都会贴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